大家好，这款螺蛳粉呢是39.98包的，一包呢是310克。姐妹们有喜欢吃螺蛳粉的，大家可以去拍啊。我现在煮的这个就是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放一些调料呀、辣椒呀啥的啊。因为我口比较淡，而且我也吃不了辣，所以辣椒就放一点点，调料也就放一半。这款螺蛳粉味道很正，很好吃，姐妹们，39.98包，一包310克。有喜欢吃螺蛳粉的姐妹们，小黄车去拍吧。